大家好，我叫陈思怡，2004年1月出生于中国山东。我喜欢听音乐、弹钢琴，5岁开始学习钢琴，现师从张新林教授，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曾经2次在国内钢琴比赛中获奖，其中2013年获得珠江凯撒堡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第2名，2013年获得第6届斯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华北赛区第1名。经网友介绍了解了第2届阿斯塔纳国际钢琴艺术节，我非常希望能够来到哈萨克斯参加这个比赛。在比赛中，我将演奏肖邦夜曲、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和哈萨克斯坦钢琴作品，希望能够得到哈萨克听众的喜欢。谢谢大家。